那，我第二房间。服务这个小猴子这个，好，这盘棋。好，看这盘棋，这盘棋是黑棋啊。还是走这个，他走的是低挂，一般高挂比较多。低挂反正黑棋选择一种方式加呗。这个应该都能，这个这些点应该都能走的。实战加这个，他尖冲。这意图呢，也一下看不清楚什么意图啊。那和一普通，左边普通可能会飞一个，飞的话，他会走什么呢？会飞一个还是跳一个都有可能吧。那这个棋。怎么下都正常吧，实战黑拖先走这个，那白棋拐这个，拐一个是挺厚的，但挡这个感觉也是够大的了。他没有挡，是拐，那他认为上边比较大，我感觉左边这个挡挺大的吧，那毕竟左边比上边要宽很多，这个棋我感觉是飞还是挺大的，要不或者，要不就爬一个，然后拖先走别的，也能走吧，感觉爬一个将来被他虎下来，没有那么严重。要是贴两下被他挡下来，就是感觉挺大的。实际上是这样，他拐黑棋飞，这个要是再被挡住就，角上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薄，本身挺大的吧，飞一个正常的。他长白黑棋飞，这还算都挺正常的吧。他出头这个，那黑棋肯定是要贴出来的。这样感觉上黑棋还是不错的吧。这一拐让白棋非常痛苦，这个我感觉白棋。没法硬了，这棋。这个非常，这交换肯定是挺心痛的，因为本来这有个跨或者这种逼住的黑棋要补棋的，等于帮助黑棋补了。或者黑棋不拐这个的话，飞一个其实也蛮大的，或者自己补一手也没问题。但是现在如果走这个，担心他直接就靠下来。这里边是什么情况呢？感觉黑棋有点危险。
还好这征子而有力，征子有力还可以吧，是吧？这个征子是有力的呀，这征子要不利崩溃了，征子有力好像还可以。啊，黑棋有力啊。但这儿角上活的是死的，哎呀，也挺复杂吧，应该是活的。嗯，挺混乱吧，反正将来得补一个吧。那暂时的靠没事的话，这样走也行吧。毕竟这个头也挺大的。这个头价值也是非常大的。拐一个他也挺难受的，反正他顶一个也能考虑吧。盯一下就盯一下吧，也感觉他顶一个也能考虑。上边眼型还是有，上边还是有眼的。保留这个靠和这个壁柱，然后他拐这个当然是非常大的一手棋，黑棋肯定是要搬出来啊，没有搬是吧？感觉是要搬出来的，这感觉还是挺大的一个棋吧，然后再补回来。这样也挺混乱的。这样也挺混乱，实战就守了一个。然后感觉还是要把它弄断吧。哪怕长一个呢，感觉是要把它两块一分断，不能让它轻易连上。虽然走这个，那它肯定是要联络的，黑棋就围控啊。它走这儿就不怕你搬，你搬它会断上来。这样作战它比较有信心，是吧？但黑棋这个棋也是不保的，因为黑棋有个跳的先手，这上边其实还可以，感觉把它弄断了也行。断的好处就是中间就是谁都不属于了，双方如果形成互相往前跳的话，那黑棋还挺不错的。这样他毕竟两块棋往前跳，黑棋挺主动的。而且他本身往这边跳价值挺小的，黑棋这有个飞，他怎么跳也不着空。我感觉可以把这个头搬出来。但是他也不会补了可能。他因为他这儿也没法补了，他再补一个画两手棋可能感觉。他挺虚的，他可能感觉空不太够吧。所以索性他就是把这个模样撑起来。黑棋分头。他还是担心这个扳吧，这个扳还是挺厉害的。现在在作战，这个白棋挺困难的，是吧？这个白棋两边走起来也挺难的吧？他补一个也正常的吧？或者刚才这个跳，感觉他跳这儿能，跳这儿联络能稍好点，但是将来被黑棋刺什么的也挺难受的，或者说黑棋往这种地方一刺吧，也挺难硬的。
走到这儿可能联络好点吧，那走这儿总是有个班的问题，其实他走这儿就弱化这个班了。那黑棋分头下边，这样的格局就是黑棋时控拿的非常多，然后白棋，看将来中间的发展了。这里拆三也行吧，或者拆二也行，因为现在中间的价值挺大的，拆二的话能跳到这个对外围中间影响挺大的这个跳。这样走也能下吧。这也是一盘棋。是按拆三的打入。然后是这样，飞一个当然也是个下法吧，这个局面走这个应该也能考虑，因为这儿厚了之后，将来中间行棋其实还是挺容易的，不管左边打入、下边打入还是中间走，目前这局面黑走这也能考虑，走这个，然后是这样，走上这个变化。这样感觉上黑棋还可以吧。哇，他竟然打劫了。或者其实比较安全的就跳一个。这样走安全一点是吧。这样白棋没有太好的，就基本不会反击了。感觉上黑棋实地还是蛮多的吧。这黑实地倒是蛮多的。这感觉黑棋能还是可以下的吧。他拿中间这块棋要没什么办法，他控制不太够。看实战吧，实战走这个，打吃，再吃，这个劫一般情况是不能开的。现在他可能右上有一些比较大的劫材，右下这儿也有几个，因为本身这个劫对于白棋来说也非常重。他挤这个。跨一个找劫可能也，跨一个的话也是个找劫的办法。因为这个将来还有挖什么的。各有好处吧，他挤这个也有好处，挤有点适应手的意思。问黑棋是退这个还是在角里边走，他退这个将来他挡还先手。你要在角里走，将来这有断什么的。实战粘住了，因为这个棋黑棋找劫是找不着的。黑棋如果跟着硬了，那黑棋下一步找劫的话只能长这个。他可能会接着吃。这个劫黑棋就退让不了了吧。他会找这个。他可能不会跨吧，跨这个劫有点损，因为把那两个子儿给卖了是吧。他可能会虎。黑棋挡。踢回来，黑棋粘。这时候他粘成不成立呢，如果粘。这打吃看上黑的，这个冲下来的话，
白衣气，白衣长不了气，那也就是他粘不上，他必须先连回来。黑棋再提，如果白棋输了，如果白黑提到这儿，黑棋还行吧。黑棋提了就全活了，白棋主要便宜就是白四打这一下便宜了，别的棋倒没便宜吧。这个如果是那样的话，这个白棋总没有便宜的道理吧。现在这样，他扑了一个被吃了，又扑一个又被吃了，而走这儿一个，这他肯定不会便宜，他就这手棋便宜了，是吧？他这么他肯定亏多了吧？最主要黑棋活了，活了这就最大的价值，一活了他周围的后这些子儿都没有用了，所以这个其实白棋还是挺重的，就是黑棋如果接着打的话。这个还是能打打一打的吧，你这儿他如果不往跨，大概就这一个劫材。这一题他就不好找劫了，他可能在这边找一找吧，那就挺混乱的也，反正。反正也挺混乱吧。实战是这么转换了。黑棋接着吃。那感觉白棋这个吃的还是有点挺大的吧。这个黑棋实际上可亏了不少。白棋吃的实地太大了。黑棋吃那个实地相对来说照白棋的差很多。这实地白棋就够了，关键黑棋那俩子儿跑不跑呢？先不跑了是吧？先走这边点角，点角它挡哪边儿？差不多吧。点角，如果是加过来的话，也能考虑吧。他可能会这样走。加过来也行吧，能考虑。点角就把实地抢了。现在那俩子儿还是挺大的，感觉。要是能跑，想想办法跑这俩子儿。这个挡将来是先手，那没有用，他加这个。这靠有点损，这个，看实战吧，走这个，他比较简单的会挡这个，他这样走比较简单，我感觉他这样走能好一些吧。他实战不想让黑棋围控，黑棋直接就给断了，黑棋后是吧？那他只有半粘了，这几招必然了，走到这是必然的了。
他这有选择，一个长，一个是拐。嗯，可能还是长好吧。啊，拐也是个选择，反正，嗯，拐被这么搬下来好像不太行，它气挺短的，是吧？这样，黑棋如果长，它应该是能跟黑棋杀一下吧。这样黑棋是不够的，黑棋是不太够。这样如果被他吃了的话，实际上倒是亏了不少，可能不太行。嗯，那只能走到这儿的时候。嗯，然后他只能搬这个，他去吃这个，他占这个，嗯，还是挺混乱吧，可能下边能活吧，嗯，这样将来黑棋有拖过啥的，这个非常混乱吧，是吧？嗯，虽然他长这个，那黑棋接着压，他如果顶的话，黑棋这儿能下边能做眼，活了，活了可以走这个，或者断这个吧，嗯，这样就吃掉了，就是上边这个被他弄得可能挺难受。嗯，这样总体他亏了，看着就最后爽一下，其实前面这空都没了。嗯，所以他还是不能被吃吧？嗯，虽然走这个，那这角里谁吃谁呢？嗯，他如果是点的话，黑棋景气。黑棋快一口气是吧？嗯，所以它粘上。那黑棋再纠缠就不行了，再纠缠它就吃了。黑棋做眼，做眼也行，或者爬一个好像立一个更好。嗯，还是差不多呢。这样它下边就活了。嗯，黑棋拖的。这个，假如他走这个，黑棋会退还是挡啊？就是退的话，下边能不能吃掉白棋？感觉吃不掉吧？这个肯定吃不掉的，他挤都是先手，对吧？这个白棋应该是活的，黑只有粘，他下边可以做眼的，是吧？那黑棋只能挡这个，挡这个的话，如果白棋还是粘，下边能不能吃啊？这跳不下来呀，上面两个吃被吃了，嗯，也就是可以看成这样的。但他不走啊，他还有可能走这个，好像挺难吃的，是吧？吃不掉吧，这个棋。唉，好像吃不掉是吧？他有这俩，他有 A B 先手还不交换，这个太难吃了是吧？他需要是走哪个？嗯，我感觉吃不掉了这棋，所以他就正常挡住就行吧，是让他爬了一个，这个。他这想法更厉害了，他不是活不活的问题，他要吃黑棋了。嗯，
这才要实现。他还能把黑棋吃了，那黑棋就认输了。他比较简单的下法，比如说走这个，如果能活掉的话，形式上来说应该白想还行。这样一空就没了，下边空被他破了。下边这双方空其实差不太多吧，黑棋能稍多一点。然后黑棋上边两个角，还有条边儿，左上家那条边儿大概是。30多目棋吧，右上是10多目棋，这样黑棋是，上边是大概50目棋吧，50目棋肯定不到一点吧，因为这个将来两边肯定是要有一边受损的。40多目棋吧，然后白棋主要是右下这一块棋，10、20、30、40，感觉上还是白棋不错吧形势。他可能不斩，他可能往这边吃也有可能。实战走这个，黑棋选择逃跑，他下的还是挺凶的，然后白补这个，这个不补的话，黑棋假如顶这个，白棋应该暂时不怕，白棋怕这个吗？这个好像暂时也不太怕吧，因为黑左边容易出问题，这个要被跑出来，自身也不活了，他实战就补了一个，这就是看看黑棋的会走什么是吧？他也可能不怕你冲，他冲。冲下来，他是不是准备就转换呢？这样转换不知道怎么样，好像白线行是吧？因为下边他没少吃，他实战是不给的，我感觉他如果选择这个应该也能下吧，因为这个右边这个子儿并不是那么容易吃的，将来这个下边还是黑棋有薄的地方吧，这个将来收官假如是看成这样吧，然后他如果比较厚，他这个是，这个是他的权利，这个不知道他这个成不成立啊，这个成立可就厉害了，感觉好像黑棋不好吃他，强行搬应该是吃不掉的，强行搬吃不掉是吧？但是那这个子儿也蒸不掉啊，这个蒸不掉可就不行了。他能加，反正他能跑这个黑棋崩溃了，他就算尝这个黑棋也挺难办的吧，假如把黑棋搜刮成这样，黑棋也不太好下是吧，这样黑棋形势也挺难办的。这都是他的权利吧，
这个跳跃棋还是这样啊。这倒是挺厉害的。哎呀，这个这样不知道怎么样，可能我典型判断的话，白棋应该还可以。那就看成这样吧。看成这样吧，差不多。不知道怎么样。这挺大的，他可能马上就可以，可能走这个，然后他再补一补吧，他马上都有可能走，看实战吧，实战他走这个，那这双方可就不会和平了，肯定一边要吃一边要活了。可以活了，把一空全没了。飞机要死掉也结束了。这靠一个他挺难赢的，好像。这个。黑棋当然是挺危险的，因为本身就是黑棋挺危险的。开始这一靠他加这个黑棋冲这个，白棋补断，黑棋长出去，等于白棋把黑棋眼全破了，让黑棋出头了。白棋接着追，点一个，逃跑还不忘威胁他一下是吧？因为这样其实够凶的了，够强硬的。因为这样棋可能对自己这个逃跑还是有影响的。你本身他那头是软头，将来可能有一些利用的是吧？那走这个，假如他。补一个，其实他这头还稍稍变硬了一点，实然他走这个，团这个，哎呀，他这个如果成立呢，他可比刚才厚多了，是吧？这个看着黑越来越危险呢。这太厚多了，这个他这多俩子厚很多很多，如果黑棋就算直接假如直接走能活能逃跑的话，白棋目数也损失非常多了，这个白棋当时可能有点懵。一想黑棋还敢这么来，他如果想吃，是不是走这儿能好一些呀？他走这儿，可能差不多吧。
那将来黑棋这个是先手，是吧？那就团这儿好一些吧，是吧？应该是团这个好，是吧？这样气长，走别的气短，走别的气都短，是吧？将来黑棋利用多，就是这个棋就是应该团的，这多个子儿呢，差挺多呢，这多个子儿，如果没这子儿，至少白棋呢可能多吃个尾巴。哎呀，黑棋接着逃，白棋接着吃。联络，黑棋再从这边逃，白棋扳住黑棋，他走别的，这被跳出来可能就抓不住了。如果跑上这样也不知道怎么样，是吧？但这样也不好杀了。是这个，这儿应该是没有眼的吧？这个地方没有眼。右边的话，粘住吃这个也没有眼。走别的呢？大师先手，好像这眼挺不好做的吧？跳这个有眼是吧？但关键时候打吃这个的时候，这就可能得要吧，这被提了有整体有危险。挺乱的吧，这可能如果右下有个后手眼呢，可能挺不好杀的，是吧？因为白棋不活是吧？那他走这个就是后手眼了是吧？虽然吃这个，那还有眼吗？这还要吃，哇，这要吃白棋了。打吃这个，然后虎这个是不是先单小尖会好一些？可能也差不多，能保留可以先保留一下吧，是吧？反正可能将来还是打吃这个，这个打吃可以走掉吧。那将来反正可能也差不多吧，但是不排除有别的可能。将来有没有可能和右边杀呢？和右边杀不知道怎么样是吧？他右边气好像蛮长的，走这个。
嗯，然后走这个，这是这两块杀起来了。如果点呢？然后如果挤呢？这样白棋好像挺危险的吧？或者你能先手吃是吧？你能先手吃它？哎，不是，装活了是吧？那这白棋不行了是吧？这应该成立的是吧？那一样的呀，那还是几啊？还是刚才一样的，双活了。看，这应该是成立的，是吧？看实战这个，实战是黑棋，那跟刚才差别还是挺大的。总的来说，黑棋当然成功了哈。黑棋把下边是吃了这么多，就是这走成这个结果，白棋也非常失败了。如果他最后就输三目的话，那说明前边这个他摆棋形势挺好的，是吧？他这应该亏很多，他啥都没得着。这，他本来应该吃黑棋那么多的，现在都被黑棋吃光了，那他应该亏挺多。右边他什么都没得到，就中间吃了几个字儿。那这点一个，他就可能马上认输了，这样他收气不好收了，他只能粘这个吧，跟你打劫，哎，打不了劫，这个扑不进来，这个倒扑，那实战结果他也不行了，点一个黑棋。黑棋不好应，这个是先手，那应该能吃它吧，是吧？那个没啥棋吧，是吧？
吃应该是能吃的，这应该是能吃的，是吧？吃这个。飞机可能，如果搬，担心什么呢？也没啥起吧，是吧？就最多他粘变成先手。那是不太可能吧？这至少这儿还有个眼呢。这个一优势就。这个就担心就比较多了，那你这还不如退一个了，是吧？这不这断一个也是挺考验黑棋的，那黑棋吃哪一个？有三个吃。是不是不吃它就行，直接吃出来就行了吧，它也没什么棋啊。他就试一下鹰手。那他断一个，有一点点便宜吧，一点点。就将来你吃这个的时候，就看出来了。如果他再断，你肯定吃他 A 了，是吧？我生负还是没啥关系吧，关键他中间下边亏太多了。最后还把你给吃了，然后角里把你弄得挺惨的。所以那，确实后来黑棋退让挺多吧，最后赢了三目，应该是能赢更多的，为什么前面其实他形势应该挺好的，在下边处理上他肯定亏了不少，就从这儿开始。他转了一圈，他啥也没吃着，最后自己控都没了，然后这一圈被黑棋给吃了，然后右边这他啥这都没得到，等于 C 位还被黑棋飞了，他亏多了是吧？最后的结果大概就相当于是，大概相当于这样吧。最后那结果就，最后那结果和这差不多吧。最后结果我感觉和这个差不多，这白棋亏多了，是吧？从这个棋形变成后来那，这不能想象，亏太多了，是吧？差不了太多吧，那连回来他更差了，是吧？那最后差不多就这样吧。
差不多这结果，这8/8，这亏的不是一点半，亏的非常多，是吧？他如果就是这样走的话，应该他形势挺好的，是吧？他来这个，反正也是，黑棋给白棋压力比较大，让白棋可能有点懵了。当时白棋可能感觉黑棋下的挺过分的。对，就是双方都有吧。他也是够强硬的，要把黑棋全都给吃进来。黑棋呢，就是全都跑出去。就是双方都有这个退让的机会，双方都选择最强硬。最后结果就黑棋全跑出去了。关键吃的过程中，这个白棋付出挺多的。比如他要走，就吃的过程中他付出挺多的。把这石控全舍掉了。说明它中间还是不够厚，是吧？下边这结果应该是它还可以的，左下的结果它还可以，是吧？至少实地上它这个。开始应该感觉黑棋实地还不少，最后那结果双方实地也差不多了，是吧？黑棋实地亏，但后来那个，后来他下边亏的更多。我感觉左下他其实还有点收获吧，但是棋一直就难解难分吧，双方挺乱的，实地都是暂时的，这一杀起来那实地上那点优势都没有用。对，黑棋算的也挺远的，算到这个粘是先手了，这一下白棋没有后路了。哎呀，这盘棋大概这样吧，杀的挺乱的，有些地方。总的来说还是黑棋，计算深度上可能比白棋稍远一些吧。那差不多这样吧。就付到这儿，这个时间不早了。好。